饭店不能说的秘密，别碰水杯、咖啡机。心を改めてくれてますように、散らかってませんように。住饭店有专人整理打扫，不用自己动手，真好。但是这样真的靠得住吗？BBC 访问专家和曾在饭店工作的人，整理出让人傻眼的事实。不过专家说，越来越多顾客开始注意住房清洁，许多饭店也开始提高清理标准。如果不放心，可以携带喷洒型消毒用品，让自己住得更安心自在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